天后离婚了，小伙伴们伤感了。就在众人大呼再也不相信爱情的时候，甄子丹与汪诗诗这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携手出席活动，力证人间有真爱。对我来说，除了拍戏，回家见到太太、见到孩子，是我一个找平在生活上平衡的一件方法。因为平常拍戏，大家都知道，特别拍打戏，压力是特别大。那么只有在我孩子的身边、我太太身边，才找到那种平静、那种幸福。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再传奇的人也需要爱情的。这部真大帅哥大秀甜蜜的同时，还不忘教育一番刚刚失婚的俊哥哥。这个世界确实是维持一段感情，首先需要经营，但是有时候你很用力去经营一段感情，也不一定能够把那个感情维持得最好，所以我只是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男人，然后呢，我非常的希望能够，如果要分享我自己对于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些经验呢，我只能说是，特别作为一个男人，一定要去珍惜旁边的你的爱人，还有珍惜一切，都这样，也不敢给任何的一些意见给其他人，因为每个人怎么处理一对都不一样了。